甜美铺台老中文，吸1500名粉丝封街。哇，这么多人看他一个，谁啊？台湾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H Connect 代言人允儿。就是韩国超航女子团体少女时代的成员润儿，她昨天首度造访台中，为代言的服饰品牌站台。当然好久了吧，今天见到你们我也很开心，谢谢你们的支持。我一开口就唠超长中文呢，让粉粉都高潮啦。好开心吧呀，我也25岁的润儿出道8年，形象甜美，拥有大批粉丝。这次暌违2年，旋风登台21个小时，隔天一早就离开。有不少粉丝为了看他一眼啊，前一天下午就开始卡位，等了足足30个小时，哎，人潮挤爆逢甲商圈，吸引1500名粉丝疯街追星。我期待下一次的相见。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润儿亮相10分钟就快闪，粗估为厂商带来500万台币业绩。但润儿很贴心啊，上楼帮粉丝签名前不忘来个自拍。대만에는제가공연을하러온적이있었는데그때마다굉장히열정적으로반겨주셔서인상이깊었었고오늘이렇게많은분들이오셨는데굉장히오랜시간동안기다렸다가오셨다고들었어요너무너무감사하고나중에기회가된다면자주뵐수있는자리가있었으면좋겠고요활동할수있는기회도있으면오고싶어요苹果娱乐新闻，我也爱你们。报道。I'm gonna go